吓着你了？你怎么来了？我来看看你呀，看看你是不是真的在加班，还是背着我偷偷约会。想什么了？我怎么能背着你约会啊？那你跟我约会吧。怎么约？哇，搞这么多，都不是你做的吧？当然不是，是我去你喜欢吃的那家餐厅买的。我知道你加班一定很累，所以我买的比较多。我全吃完哦。好，为你的加班之夜，干杯。周一至周五晚间10点，中天娱乐台《幸福触手可及》。